11月17日，马伊琍在自己的微博上晒了两张照片，并还配文称为曾经的自己，为更好的未来，让我们一起携手保护儿童权利。照片中马伊琍身穿黑色卫衣，搭配牛仔裤，既清爽又亲切，和调皮的孩子做同一动作，笑容满面，看来和孩子待在一起的马伊琍心情大好。另一张照片中马伊琍弯着腰和一大群黑人宝宝合照，笑容温暖明亮，实在是太暖心了。马伊琍真是人美心善。微博曝光后，粉丝纷纷评论说，让我们为星星点灯，点亮孩子的前程，让他们在星空下健康快乐幸福自由自在的生活。这些话让人感动，不得不承认，偶像的正面行为总是能影响到我们，给人正能量。印象中的马伊琍在屏幕里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是干练利落的女强人，比如优雅果敢的罗子君，又比如职场达人潘云。然而没想到的是，马伊琍在孩子的面前竟然是这么的柔软。我们都是从孩子一步一步变成大人，为孩子就是为曾经的自己。